空心菜也没大啦，只大一点点。这两天一直下雨啊，菜都蹭蹭的往上涨。滑铁卢的夏天再怎么热，也还是舒服的。眼睛都没睁开啊！昨天晚上几点睡啊？2:30。白天大把时间不去做功课，半夜熬夜。Because I can't work hard in the morning or in the afternoon. 来了，Hello 啊！哇，好大的阵仗啊！咋了？我把这个给黑黑的给按了线进去。你把我们家门铃按坏了。错了，按了。空心菜专家来看一下。是吧，有原因的，你长得太密集了。一眼对。睡这个老二say hello啦。say hello啦。老二几岁了？老二13。13。这个老三11。我们家三个都很害羞。他就跟他们差一岁，社恐的。这个没得差呢，比你们这差呢，先过来好呢，过来也好。就跟上班一样，是吧？哎，下班就对对。欢迎来点赞关注啊！好了，谢谢你们专门来。有空去？对，有机会我一定去的。好，拜拜，慢点啊，你路上小心了哈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包包忘记了，包包忘了，没东西了吗？没有。OK。阿姨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走了。我妈衣服都换好了，她说要去逛街了。对。真是小孩子都不动啊，他们都不爱出去啊。那怎么办？让我们两个人出去。本来想说叫他们去 Costco 吃点东西当午餐，他们都不爱动。一个个懒得跟猪一样的。今天把鸭香底拿出来煮了，牛肉面。这个汤一整包放在锅里面热一下。这款牛肉拉面挺方便的，之前清仓减价的时候买了20几盒，现在吃的七七八八，已经吃没了。煮了2盒，分了3碗，买不到的在外面。Color 喜欢吃这个面，外面的拉面好吃还是这个好吃？外面。哇，你是懂吃的嘛？嗯。好东西都是给你们吃的，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呀。No. 我给自己泡了一碗面。It's so hard and dry. 这个牛肉啊，有点柴是吧？牛肉柴是柴了点，但是挺入味的，好香啊，牛肉味。时装表演啊，大姐。他整天喊着没衣服穿，然后一翻呢，好多都是没有穿过的。你看，那包包也几十个，行李箱也好多个。给，捐的捐。嗯，赶紧的，清一下。清一下。两个行李箱都不够放了吧？我妈太能买了，每天就是每次逛街都得买一两件。5点关了。好，看过来 ，5。我妈说这个裤子问我穿不穿，我说是送给我都不穿。澳门买的。澳门买。人民币180个，哎呀，这么贵重的东西都没了呀。娜娜。这么贵重。对呀，娜娜。哎呦。你看我这个，买了都没穿，去年。看一下有没有你合适的、喜欢的短袖。I'll just buy some online, right? 好，想一下今天晚上吃什么。Burgers. Burger. Burger time. I'm so sleepy.
走了走了，一出来逛街就困了，在家里不是挺精神的吗？附近商场临时建了一个小型的游乐场，娜娜今天早上就吵着说要去，这里也是烧钱的地方啊。每玩一个项目都要付一次钱，这看着还挺晕的。我觉得这些都不适合我们家这些大朋友玩的了。哎呀哎呀，一眼来这里都觉得丢人。这个应该让西雅过来玩。还有小丫丫，这是坑钱的地方，一点都不好意思待在这里了。No, because everybody here is like 4 years old. 哎，这个有大朋友啊，哪个 friend 我？一点还没哪个 friend 呢？一张票2块钱，36张就50刀。你们要不要玩？幸福摩天轮，没有人坐。What is that？ 你想帮我拿个蓝车小车车？哎，谷子本周特价，2.88一半。我挑两盒吧，就这两个了。Put it here. Put it here. I know. You stupid. Call. Call always says that. You're not walking. How am I walking? Call, look, put it down. Why? Call, you lifted it up. Call is always screaming. Call has anger issues. 一共多少？27.48。挑 ，Subway 还是吃这个中东餐？ Anything. I don't care. One or two. Subway.Subway. Oh my god. Subway 吧，好久没吃包了。他们很少吃这个赛百味。先挑包子吧。哇 ，Italian。Okay, Italian and herb and cheese. Yep. 这里肉是挑的，已经准备好了。Onion.Toast, yes, please. And what kind of cheese? What kind of cheese? 娜娜挑芝士，这边有芝士。Can I get mozzarella? 挑菜。I'll get lettuce and cucumbers, tomatoes. 这个应该是牛油果。Tomato and an onion. 有橄榄。但是他们不爱吃。And can I choose a sauce? Can I get tomato? What? 今天 Daddy 去吃好吃的啦。嗯 ？What is that? 他朋友请他吃韩国烤肉。我们今天28块钱搞定晚餐。2块28块。嗯，两条。贵吗？贵呀、啊，贵呀、啊，跟吃披萨差不多吧。嗯，100多。可以挑肉，然后挑菜。你要吗？你们能吃得完吗？吃吧，你能吃完就吃吧，不能吃不完就往哪一边走。很少吃这个，多数是吃披萨，偶尔吃一下还挺新鲜的，挺好吃的。The end.